今天我们讲一下华灿星 LED 编制软件自动录制视频的功能。首先我们打开麦爵士，首选项里面有一个远程控制 HTTP， 这里有点击启用，然后网络端口改成7716，确定。好，回到编制软件工具，批量录制，我们选择录制方式，选择固定帧数100帧，格式是 VID。 好，现在片段的话我们这里做了4个效果，那么我们这里改成4，储存目录，好，刚刚新建的文件夹，现在开始录制，它现在录制第一个效果，好，第二个，第三个，批量录制完成，确定。我们直接把这个关闭掉，回到软件里面点击这个视频，然后批量导入，找到我们那个文件夹，确定。那么这四个 VID 的导入进来了，我们可以点击这个视频是全选，全选之后导出 DAT， 同样找到这个文件夹，输出完毕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文件夹里面DAT 文件就生成了。